连狗都比我会吃啊，我满身汗。那真的好吃，但是真的好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啦，看这阵容就知道，黄妈你又是在后面当背景物。我们今天呢要开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从秤上还有黑仔熊那边抽到的两种口味的泡面，浓心的两种口味的泡面，一种是泡菜拌面，韩式辣炸鸡风味的泡面。然后呢，我是那时候在这支影片，我上面会放连结。第一次抽到东西超开心的，而且又是从。就是从自己喜欢的 YouTuber 那边抽到就很开心。那我们既然要来吃这个，我就研究了一下农心集团。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农心集团原来是韩国的集团。它一开始在1965年的时候，它是乐天工业，然后一直到了1978年，它才改名为农心集团。然后它主要就是做食品加工啦。我一直以为农心是台湾的代理商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没想到竟然是，原来农心它本身就是一个韩国的集团，它最有名的就是辛拉面，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看啦。嘿，嘿，好啦，我们现在泡面煮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先试吃泡面。我旁边特别来宾小文，哎，还没开哦。你忍耐一下好不好啊？你下好不好啊？你比狗还难控制哎、欸！因为我不是狗啊。好，我旁边是，你可以看镜头，镜头，你不要看右边那个，看镜头。你很饿哦。好饿啊！旁边是小文，那我们现在是，那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从哪开始好了？那韩式辣。韩式辣炸鸡风味，韩式辣炸鸡，啊，你那个泡菜，我那是泡菜拌面。你先吃你的。嗯，我觉得是蛮好吃的，蛮好吃，一个带过。其实真的还蛮辣的，我吃的是辣度比较低的泡菜拌面。我觉得你去拿一包卫生纸帮他装点好了，我觉得你会后悔。真的好吃哎、欸，它泡菜味很重，然后泡菜味很重，然后很香，然后带一点酸酸的，然后辣。它不算是有后劲，它是一入口你就会感觉到它的辣味直冲而来，我已经很汗了。我听讲会拉肚子，要坏、啊，好辣，真的超辣的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动啊！你看，它根本没有动。我只是试味道嘛。那我现在就来试。吃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没味道哎、欸。吃完那个就真的没味道。哦。这比较偏甜，哇，这比较甜，比较好吃，比较甜，比较辣。我比较喜欢这口，这比较喜欢这个味道，因为我比较不喜欢酸泡菜的酸味，我比较喜欢甜比较腻的东西。哦，它很辣，它比泡菜更辣。嗯。啊。好辣哦，真的很辣。那一半是你的、哦，那一半是你的。我胃快抽筋了。哦，超辣的，我觉得很辣，真的很辣哦。而很好吃，而真很好吃啊。我已经吃完我的部分了。这样吃起来，其实这换这里就真的没有味道。
我觉得要先吃这个，要不然先吃这个吃那个回去就没味道啦。哎呀，这有泡菜啊。我觉得这怎么跟你炒我的一样大？真的很好吃，可是真的很大哦，我一直擦汗。好，我们要做 ending 的，好辣！好像要吃完再做 ending。对。我觉得 这包真的比较道地的韩式辣酱口味，最后一口啊，我们看到这一盘了，这一盘等下是有特别来宾要吃的，吃完了，好啦，那我们就到这边，我要做 ending 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满头大汗，这个眼睛好像感觉有点肿。谢谢衬衫跟黑仔熊，还有龙星，这两包泡面真的很好吃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好吃吗？这个还可以接受。哎，他会吃啊！他除了爱吃辣，他也爱吃辣炸鸡、辣炸，他还爱吃苦瓜。他好奇怪的狗，又爱吃苦瓜，又爱吃辣。他超爱吃苦瓜的，蛮力超爱吃苦瓜，怎么那么爱吃辣、啊？这狗好奇怪哦。好了，也吃就好了，好吧。好，去拿，去喝水，去喝水。